人，但是还是要好好吃饭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还是要好好吃饭。不少一个人，因为长得太漂亮了，所以说，只有一个人了。这个理由可以吗？因为太漂亮了。对，老家的香橙特别的 number one， 特别香，家的味道。哇塞，哇